如何让小白秒变文案高手？以前不可能，但现在有了 AI 写作工具，就可以轻松实现。比如我最近常用的这个灵感岛 APP， 任何小白都可以借助它迅速成为文案高手。我愿称之为目前中文 AI 写作的天花板。它可以一键生成短视频脚本、小某书爆款笔记、公众号、今日头条等任何文章，也可以单独生成大纲、爆款标题，给内容润色改写。因为它是用大量红人的文案数据训练而成，所以生成的内容就非常适合用于自媒体文案创作。它这儿还有很多已经训练好的小某书爆款笔记和短视频脚本模板，美妆、美食、母婴、探店、穿搭、情感类都可以直接一键套用。如果不满意，可以调整需求再重新生成，速度飞快，效率贼高，一个字爽。除了上面这些，他这儿还有一堆好玩实用 AI 工具，写日报、周报、写段子、写点评、哄女友、当嘴替等等。比如这个专门写大众点评的 AI， 我这两个月就用它写成了大众点评成威，抽到了几次免费霸王餐，相得益匹。有了灵感岛这种超强 AI 写作工具，人人都可以批量生成爆款文案，小白也可以成为文案高手。建议偷偷收藏好，暂时别让你的同事和老板知道，兄弟们都懂吧。